一三元采气功上丹采气无极站立双手从体侧分开上行由外朝前朝内揽回一想将天地灵气缓缓揽回由两眉之间正中的祖窍穴吸进来同时深吸气呼气时气由祖窍穴下到肚脐内一寸二分处丹田一吸一呼为一次做九到三十六次做完后做降气收功中丹采气无极站立双手从体侧分开上行高与腰平由外朝前朝内揽回一想将天地灵气缓缓揽回由肚脐吸进来直达命门同时深吸气呼气时气由命门到肚脐一吸一呼为一次共做九到三十六次像拉风箱一样由命门到肚脐再由肚脐到命门使任督二脉相交做完后降气收功下丹采气无极站立双手从体侧分开上行与胯高由外朝前朝内揽回一想将天地灵气缓缓揽回由会阴穴吸进来上行至丹田同时深吸气呼气时气由丹田返回会阴一吸一呼为一次共做九到三十六次最后可以一手丹田片刻然后降气收功二开合功无极站立双手自体前上提合于腹前两臂微屈两掌心劳宫穴相对相距两寸左右两目下垂静守片刻后两手背朝外一蓬缓缓向外拉开如拉橡皮筋又如抽丝一样两眼余光视两手同时深吸气呼气时两手慢慢向内合拢逐渐回到开始动作如此反复开合吸呼三十六次后收功也可做一百次舌抵上额会阴内吸一手劳宫穴当双手外开时一想命门也开当双手开到不能再开时一领双手内劳宫向内合同时一想丹田合三日月功无极站立双手自体前上提合于胸腹前两掌心劳宫穴相对如抱球状由腰带动向前正转三十六次再反向转三十六次如同旋转太极球转完后
把两手心放在胸前左心室和右心室部位，进行肺心部位的按摩。两手向内正转100次，向外反转100次，这叫旋转日月，是进行自我心脏的按摩。全部功法做完以后，气沉丹田，降气收功9次，然后做转腹收功。